景华理事总会新会址大楼今早举行落成庆典，方乔生会长表示，有了这栋雄伟壮观的办公场所，景华理事总会必定能够更好的服务百万华人华侨。副总理棉森晚，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李杰参赞，中国驻柬使馆领事部主任田林、柬中友协主席艾森沃等到场祝贺。副总理棉森晚对柬华理事总会在会长方乔生新杰的领导下，在公益事业、促进柬中两国商务交流与投资合作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热烈的祝贺。他坚信柬华理事总会在方乔生新杰的领导下，一定会继续支持柬埔寨王国的政策，继续为发展柬中友好关系做出自己的贡献。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李杰参赞盛赞，在方乔生会长的领导下，柬华理事总会勇于开拓创新，重视年轻一代的参与，用发展的理念重视华文教育和教师队伍的建设，不断加强同祖籍国的血肉联系。去年三月，方会长个人捐赠3000平方米土地，并倡议兴建柬华理事总会新会址大楼，得到社会各界的纷纷响应和鼎力相助。很快筹足经费，新的大楼在短短的1年0.7个月即拔地而起，并将投入使用。这充分显示了柬华理事总会在全柬华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和强大号召力，标志着柬华理事总会会务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进入新阶段。柬华理事总会新会址大楼位于水镜华星期繁华城，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为柬华理事总会会长方乔生所捐赠的地皮。大楼楼高5层，工程期约1年0.7个月。新会址大楼落成剪彩仪式意义重大，它意味着柬华理事总会迈进新的发展阶段，体现了我们对发展各项事业、扩大服务智能、为子孙后代成长奠定扎实的基础和重要的决心。同时，我们还要抓住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无限机遇，为承传柬中传统友谊、促进柬埔寨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